你这烧麦咋卖的？烧麦10块12呢。猪肉10块，牛肉12哈。能来半屉不？来半屉牛肉，半屉猪肉呗。哎，咱吃。啊，好。啥喝的呀？羊汤羊汤。来羊汤吧。哎。啊，这一个是猪肉，一个牛肉哈。啊。这羊汤啊，嗯。这羊汤咋卖的？羊汤5块，特别棒啊！这包子10块一屉，这是猪肉的呗？啊，这一天能卖多少屉？卖了50-60片，50-60片，一屉12块钱18个，嗯，一天卖了。看看这烧麦怎么样？这一屉总共11，啊，半屉牛肉，半屉猪肉，还有碗羊汤。看看这烧麦里头哈，嗯。这什么馅儿的我也吃不来，但挺好吃的。